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森林。我们上一集讲到呢，我们主角跟他老婆是一个新闻的记者，然后准备去调查一个离奇的自杀案件，但是飞一飞却出现了白光，导致飞机坠落。然后主角起来的时候发现他老婆不见了，并去找他，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基督教徒绑架他老婆，然后就带他老婆离开嘛。没想到他老婆却怀孕了，基督教徒的人就认为他怀的是恶魔，想要杀了他。跑一跑却又遇见了奇怪的魔鬼教猫，带走他的老婆，留下了我们。然后之后呢，出现一个友善的村民，把我们带走并藏了起来。那就被发现藏了我们，然后死掉了。好，我们唯一的好人死掉了，希望以后还可以遇到好的村民啊，你好好的安心吧。好，走吧，前进吧，去找我们的老婆嘛。现在总共是分成两个势力在对打嘛，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恶魔教吗？还是幽灵教啊？一个是要保护我老婆，一个是要杀害我老婆。Hello， 还我老婆！谁？谁死了？谁死了？怎么了？怎么了？那谁？那是谁？哦，那就是杀死那个好人的人，小心翼翼的把他录下来啊。OK， 偷拍成功。哎，哎，谁？谁来了？谁来了？怎么办？这，走走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有人来了。我们现在目的是要到小教堂。走走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跳跳跳跳跳 ！Oh my god，Oh my god， 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来来来来来来，哦哦哦。跟着刚刚那个人走就好了。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没你的事情啊！不要来不要来！对对，我要进去。OK， 小教堂在哪里啊？喂，谁谁谁？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这里可以躲，这里可以躲。他在那里躲，他在那里。等着我哎，怎么办？我要去那里啊！你赶快走啦！你赶快走啦！没你的事情。嘿，对对对，没你的事情，没你的事情。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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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Go go go，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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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哦 ，Go go go！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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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要去哪里？现在？那边吗？这边？这里？拉这个？为什么要拉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哇塞！哦 ，Oh my god！ 哦，这边是基督教的据点，我们要去的是另外一个据点啊。基督教是要杀我们老婆的，另外一个才是绑架我们老婆的。哇！哦，我是死人了。哦，这是马。哎呦！哇！为什么又有白光？白色的明天正在等着我们。哎，我们主角好像不会受到白光的影响啊。白光好像会让别人失去意志，对，会直接变傻哦，过不去了。好吧，好吧，我们找别的路吧，走吧，走吧。就是说嘛，当记者好好的调查自己国家的事不就好了哦？还在这种奇怪的地方哦，还有奇怪的基督教宗教仪式哦，好酷哦！烧起来一定更加酷。我身上有没有赖打？老婆，你在哪里？老婆，我来找你了。哎，我老婆在这里，找到找到找到我们老婆了，找到了。哪里哪里？是吗？是我们老婆吗？哎哎，刚刚有一个上吊的人不见了，所以不是我们老婆，太棒了太棒了。找到了，这个是基督教的村庄。不对啊，我们为什么要来基督教的村庄呢？我们老婆是被另外一方势力的人所带去嘛？那我们来基督教这边来干嘛？电梯，哎，搭电梯去。哦，我们一定会被发现耶！啊，还要启动发电机。哎，怎么里面有人啊？这边有发电机吗？没有哈。OK OK， 我不来这边。哎，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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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No No， get 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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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门。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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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关门关门关门，躲哪里躲哪里，没有地方躲躲躲，开门关门关门关门再关门，躲哪里？啊 ！shit， 现在才躲来不及的啦，有人在里面哦，为什么你会在里面？那我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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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外面有人啊！我怎么知道里面有人啊？你撞过墙壁，你不公平！不管怎样，我只是来找发电机，你们要怎么追都算了，我只是找到发电机我就走了，真的。我找到发电机，我就自己走了。嘿，关门起来。哎 ，Hello， 啊，你也是，你也是，你也是老巫婆。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你是好人，你不好好念经，在那边吓人干嘛？好好念经啦，被踢了吧，活该了。
发电机，找到了发电机，要怎么发电？开始，快点拉，快点拉，快点拉！快点，快点，快点！我想回去。OK， 可以去搭电梯喽，可以去教堂了。啊！你很慢哎。Hello， 你们跑去哪里了？我在这里了哦，真是的，干嘛直接无视我呢？眼睛是瞎的呢。哎，是那个杀了我们救命恩人的人，不要！一击必杀哎！哦，你干嘛戳我鸡鸡？好痛，好痛啊！不要走这么慢了，过来呀，有种过来呀，有种跑过来呀！哼，我也会跑，走！电梯，走，在这里，电梯 ，go， 转，哈，不要 ，Oh my god！你犯了失败的罪过，活该。OK， 我还没到小教堂哦。有人在下面上课吗？哇！shit， 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什么地方？好暗哦。为什么我在啊？为什么从一个井口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它连接现代东西的。这怎么回事？我们遇到回忆了吗？哇！我们又回来学校了。拜托什么？我没有钱哦。哇！杰西卡，你去哪里了？不要跑啊！不要跑啊！来，你追我跑，好浪漫的剧情。浪漫，说好的浪漫呢？你追我跑，怎么变成了哦？怎么回事？你把小女孩捉走，那我们要去哪里 ？Oh my god！Oh my god！ 谁 ？No！ 为什么有一个人？也是父亲？我才不是啊！不要喊！不要喊！！Oh my god！ 痛！赶快走！跑不动！嗨！慢慢动，你们慢动！打扰了，不好意思，打扰了。OK， 我出来 ，OK， 我出来了，我刚掉去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这里！过门前，可以锁吗？可以锁。OK。OK。绝对封印了，想过来慢慢击破吧。哎，还想丢刀啊？快点推！走！快点跑！有吗？没有人。OK， 没人了，安全。哦，但是这里是哪里啊？耶，重见天日。还没出来。Hello， 我出来了吗？ He's in the house。 没有，我不在房子里。你神经病啊！你干嘛？变态呢？我才刚来而已呢。我要去哪里？这，走。你们为什么找我？我要跳啊！我要跳啊 ！OK， 现在先跳 ，Go！ 这里吗？不是。Hello， 各位，我出来了。走哪里？通过这里。你身体有这么渺小？你刚刚从这里下来？以大人的身材？哦，又在上去了，要战斗了吗？我现在很害怕上去呢，好不想上去哦。教堂，我到教堂了，终于。而且为什么教堂是放书桌的？这是教室还是教堂？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片段，我刚刚有录下来吧？梦境的世界的部分，我记得我录一段。如果有看到的话，代表那个梦境是真的。哎，影片是坏的，管梦境就是梦嘛啊！不要做白日梦了。你小时候没有女性同伴？到了教堂 ，Oh my god， 教堂到了。Where is my 老婆？我的老婆在哪里？Hello， 我老婆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可是，哦，还有人活着，可以逼问。是我。My name's Blake. The outsider. 对外来者怎么样 ？The father. I'm not anybody's father. I just.
Kill me！ 哦，我是那个婴儿的，哦，我是那个婴儿的父亲，原来是我搞到怀孕的那个我的老婆。Not this coming back with Mary. He'll hurt her, and I'll talk. If you kill me, he won't have reason to hurt her. Please！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办？躲在忏悔室 ，OK， 我们进去忏悔一下。有人来了，有人来了。We found her, Lizard. Time to flee amongst the. 哦，好胖哦。Not the actions of a woman unburdened by. Oh God！ 我们老婆是吗 ？Answer your yoke mate, honey. 是谁 ？Can't see you. 胖子，走开，你挡着我了。我想看一下那女的是谁。是谁？不是，不是我们老婆，是那个人的爱人，这个人的爱人，不是我们老婆。哦，我们老婆被另外一方的势力的人拿走了，然后他现在逼问这个男生，我们老婆被他绑去哪里了？被另外一个势力的人绑去哪里了？对，那个女人带他去哪里了？快点告诉我！矿井里，山上。哦。我可以出去了吗？我可以出去了吗？孩子，哦，有一帮的人想让我们的孩子出生，有另外一帮的人想杀掉我们的孩子，好爽哦！我根本什么不用做嘛，让我们两个打起来就好了吧？Oh my god! Oh my god! 都死了 ！Oh my god! 好，出去。OK， 现在呢，我们老婆在矿井里面，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矿井在哪里，所以我们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跟踪她。好，不行，矿井的路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Oh my god， 屠宰场呢？他可以制冷，记得他可以制冷，还要冷藏哦，你干嘛要吃哦？拉，我最喜欢拉这东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拉。啊，好，哦，我们自己挂上面哦。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拿到一个钩子了，我想说我要挂上去，吓死我了。谁？谁？这里吗？这里过去吗？这里吗？是这里吗 ？Hello。哎，谁？我在看信呢。哎，哇塞，你在干嘛？我在看信呢。啊，鸡鸡啊。这不是故事剧情。这里吗？我们是要进这里吗？这里，对对对，这里对。哎，要怎么启动啊？哎，这里，启动，快点启动，快点拉，过去 ，Go！ 跑过去，不要拉我出来了，你白痴东西，OK， 矿洞到了吗？矿洞在这里吗？矿洞，这里，这个，要爬上去吧？矿洞，哦，电梯耶，哦，这么高科技，为什么回来了？ Wait. 这是我发现他吊死之前，待会我们醒来一定会到奇怪的地方。哇 ！Oh my god！Oh my god！ 吓死我了，这里。谁？哦，是我自己影子哦。猜字游戏。OVLE。要去找谜题。都什么时候还玩谜题？这什么？为什么？哦，透明的纸哎。One 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呢？透明的，我怎么看清楚？哦，幻灯片，刚刚的幻灯片，把它放进去就好了。有，填字游戏有。Unforgivable， 不可原谅。什么？我又没做什么，又不是我做的，奇怪。Hello， 请问，哦，这边逃脱出口，红色的，应该是了吧？离开，有，找到路，不能离开啊！哎，什么东西？刚刚有什么东西？有黑影。哇，这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黑影？让我离开啊！不行，不能离开！我们回去！门，不要自己开门！哇 ！Jingle bell！ 这边门也关起来，就会解锁，很棒！啊，那我现在要干嘛？我再回去一次。啊！什么东西？
What the hell？ 谁把我丢了？谁把我丢了？是谁？来办公室，上面要走上面吗？走，我们应该是要上去这边。走吧，上去吧。OK， 我们又来到这个洞口里了。我回来了，什么鬼？对啊，我又回来了。我回来这个下水道的地方了。What the hell？ 我回来现实了。哇，一个记者来调查一个勾起自己的回忆啊！哇，这记者你也是蛮衰小的啦。如果是别的记者来的话，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了，你知道吗？矿洞，有火车轨道就代表矿洞在附近啊。Okay, it's not that far. What in？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虫？为什么？不要！我要掉线，我走独木桥我走独木桥。下次独木桥还是用趴着走好了。